You wanna dance with me? Keep your money, that's enough for me. I don't care for driving Packard cars or smoking loud Buck cigars. No, no, not me. All I care about is doing a guy in who's picking on you, twisting the wrist that's turning the screw.上观看我们的伊利又算数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这气氛好热烈啊！是因为我们刚才那个集体秀那么精彩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本营今后的方向，就是那种国际高端秀，华丽的潮流。在刚才那个就是秀里面，我觉得体现了就是三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两个女人，两个啰里吧嗦的女人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他们灌道具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那儿，就是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两位在刚才看了这个开场秀之
候，有没有真的觉得哪一个类型的男生是你们喜欢的？你看海涛就属于那种哈潮流小对，维嘉就哈，我就是帅气智慧。我说等一下，还没说呢。对啊，你把这个词全搬到你身上。海涛就是时尚、可爱、帅气、潮。他要加潮流，潮潮潮。海涛要加入选择吗？潮在选择之内。要选择吗？要。这样吧，海涛我觉得是第三名。一共就三个人。海涛有名字已经不错了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样，我们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了，因为今天主题我觉得，谢谢节目组，终于认识到这个节目当中，哎，我们三个人站到一起，对呀，什么样的人比较重要？真的怎样？你们干嘛？来啊，海涛站过来啊！不要歧视女性，我代表全中国的女性，我就反对你刚才用倒拐子割我，倒拐子是什么？倒拐子不要在全国播出的节目当中说大家听不懂的方言。我跟你说，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那个不叫倒拐子，这个地方叫肘子。还提花嘞！我告诉全国女性观众，我叫像刚才你错了。虽然我们节目组是考虑到我们三个的重要，但是我们这期节目是做给特别要献给全国的女性观众的。我觉得你说的有点片面，因为我们节目是国际化的。OK， 还有乃至世界上的女性观众，乃至 OK， 好了，就让我们三个人很犀利而且很响亮的喊出今天的口号，同时要摆出自己认为最有代表性的 pose， 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。不信不信不信，我觉得他们三个在一起真的很像一扇门呢。什么门呢？像什么英文 MAN 呢？闷呐，呵，是东北话给气出来了，就是男人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很男人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男人。你们说的我们很 man man。来，我们首先看一下海涛 man 的 pose， 三二一 ，man。你这里是唱了兰花指吗？你跟男人不应该有兰花指呀，败了。海涛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这个 pose 是很 man？ 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都是 man， 就好 man 的。你如果能把你的兰花指翘过去，能够稍微 man 一点。沉浸在 man 的世界里，我的就很简单，就是充满了我们男性的肌肉的力量。你们有没有透过我笔挺的那个小礼服看到我里面鼓起来的肌肉？我觉得很像你在晚上，很像一只猩猩在觅食。再加你的 man man， 花心，你是个花心的人。这个男人就不能有太多就是虚张声势的东西，就是从内心。你刚才看见我有从内心有没有啊？完全没有看到。而且我一看你眼睛好像是得了什么病了，一直在闪。所以这就引发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话题，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 man 的？就我们女性来说，什么样的男生是最 man 的？但是我们想听的是正常女性的观点，所以我们不想听你说那男的。吴昕来说一下，先说一下。我是代表那种很可爱的女孩子，娜姐是代表那种性感的女郎。对，所以我是狼是男的女郎，女郎女郎，性感女郎。好 ，OK， 就说明你是。吴昕，你觉得？吴昕，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是很 man 的？没有，从小就觉得男人应该聪明，然后有包容力，然后可以帮助别人。然后这三点，在我小时候一直我就很喜欢一个人物，谁？济公。因为我觉得济公很棒。等一下，济公，我们三个人会啊！来，预备，起，鞋儿破，袍儿破。对，那我们会，我们会。真的没想到吴昕好这口。该我了吧？该我了吧？啊，你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喜欢那种，就是他真的很完美，很聪明，但是又得不到。我唱一首歌，你觉得我 man 吗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。过时了。对对对。现在应该唱。是否爱上一个人？想你和谁相比？顺便跟不明就里的观众提醒一下，刚才这两首歌都是张杰唱过的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讲我对男生的评价了。对，因为你评价是放在心里的。那我还是要说出来，好吧？你到底有没有缘？我从小就喜欢那种，就是很聪明，他很完美，但是什么事儿他都难不到他，但是我们又得不到他的。我明白了，三个。